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那双十一的惊喜，凑近一点。双十一的惊喜，我告诉你。天猫双十一惊喜夜将于今晚19:30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淘宝现场直播。周深将演唱《时间之海》和粤语歌《梦中人》。《梦中人》是王菲1994发行的一首粤语歌，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期待周深今晚带来不一样的演绎。据悉，周深已经于9日到达长沙，并进行了晚会的彩排。这两首歌完全符合官方给出的周深舞台关键词：晚会首唱和梦幻神秘。相信听过《时间之海》的都知道，其难唱程度不亚于人世，只是人世是昂扬的，而《时间之海》这首歌有些许压抑和矛盾。《时间之海》上线时，小编还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现场，没想到这么快。其实更希望这首歌在央视舞台演唱，因为央视会给周深一个完美的舞美，类似金鸡奖人世的科幻感。不过周深的现场没有舞美也同样是惊艳的，期待周深今晚带来的舞台。接下来就是周深新歌《旅途》 MV 上线，和《宁安如梦》主题曲《借梦》音乐 MV 正式上线。就让风吹动我去，用力拥抱你，贴近你，想暗示念着你说，就让梦唤醒我去，试着寻找你，找自己，让经历过波折的借梦同样有着强烈的宿命感，周深的吟唱更是一绝。这首歌可能会成为下一首若梦，加上浮游可能成为三首爆款歌曲。接下来周深还将在11月12日凌晨上线一首新歌，这个发歌速度再也没有谁了。11月17日，迪士尼动画百年庆典剧《心愿》中国首映礼即将盛大来袭，嘉宾阵容有周深、张靓颖、刘亦菲、于是等星光阵容共赴盛会，与你一同许下心愿，步入迪士尼电影心愿的魔法国度，见证迪士尼动画百年庆典的历史性时刻，期待这场迪士尼新片的上映礼活动。另外就在昨日，湖南卫视放出了11月11日招商会的宣传短片，芒果四马难追建群大会，让人惊喜的是周深出现在短片里。通过短片里周深的言语，经典传唱生生不息，一起唱响中华，可以推断出这段时间传得沸沸扬扬的生生不息中华记的你要嘉宾基本为真了。而北京音乐广播等官微更是直接通过短片肯定周深常驻生生不息中华记，官微发文说周深携生生不息清爽出镜，把人期待值直接拉满。北京音乐广播官微对周深尤为关注，一有风吹草动总是第一时间微博发文宣传，比生米更生米，所以终于马上就有周深的综艺看了，一起期待吧。进入11月，周深疯狂做饭，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生米吃饭的速度有点跟不上了，只能开始囤饭了。我讲一下，还能
话清楚采在一阳台，一共几个多少家去的，关起来多少人，饿了给你吃了，喝了给你水。